来的同学呢，我们要每个都云能云武。哦，马上来介绍今天的同学啦。好的，首先介绍红队明道国小。明道国小。气如虹，扯铃很厉害，扯铃队还曾经到日本去比赛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你也会扯铃吗？我会扯铃啊，蚂蚁上树，对不对？你会吗？你会吗？望月，您这样一拉起来，那就松就上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来的时候再把它放下来，然后就单手扯。哇，好厉害哟！下一个蓝队，大家国小，大家国小快乐。和平公园那边，所以你们在念书的时候会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吗？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，什么飞机飞过去，他们都可以知道型号。哇塞，听声音就知道型号。这个是华航什么什么的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这边应该是林口来的啦，是林口国小。都第一次来，平常心，拿奖金，好不好 ？OK， 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关卡，走。旗开得胜运动会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两名代表出来对战，参赛者需听指令，升降手中的牌子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留之队伍获胜。旗开得胜运动也，顾名思义就是新的游戏啦。哑铃在哪里？哑铃。哇。哇，超重！哇，好重！哇哇哇哇哇！不是，不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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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样不要放弃，可以的。我们很幼稚。这个是哑铃，对不对？哑铃。那旁边这个是什么？篮球。篮球。那有一个球拍，这个是电蚊拍。哦，不是啦，网球。所以有三个运动的体育器材。对，所以大家要分清楚。但是现在我们来预测一下，彦君哥哥，你觉得他第几人次会失误？你们觉得？第四，为什么第四个？好可爱的女生呢，为什么第四个？因为她很帅啊。什么？我也觉得。什么？再说一遍，我没听到。外面帅得多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觉得彦君哥哥第几人次会失误？第四，也是第四，也是因为他很帅吗？哦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时候会太得意。哦，你的意思说他本来可以更好，但有时候因为得意忘形。乔克维奇也没有，就在那里摆帅的 pose， 不要给他镜头，过来这比较快。一队，你们猜彦君哥第几人次会失误？第五个。哇，第五个跟后面，为什么？压力大了我。因为他每次都可以活到很后面。哇，你看到那集很难得哎。今天是粉丝见面会是不是？大家都很喜欢你就对了。对。准备好了，请降旗。网球哑铃。老师，音乐请聊。网球哑铃。运动会篇哦。哑铃球拍举起来，篮球不要放，球拍放下来，哑铃不要放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哑铃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。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的。那你帮我们说整理场地好不好？整理场地很好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有位同学呢已经先回去休息了，各位请加油，请降旗。OK。老师音乐。篮球哑铃，篮球哑铃，加油啦！篮球哑铃举起来，球拍不要举，哑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放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球拍放下来，球拍举起来。哇，现在几年级？五年级，来这样子露营会不会紧张？还好，还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整理场地。好的，现在绿队已经全队都团圆了，团圆了，团圆了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彦君哥哥还有机会可以帮你们赢得一分。对，因为你们是预测我第五嘛，对不对？对 ，OK。对你很有信心，所以台上的红队跟蓝队要加油喽。好，好，请降旗。篮球哑铃，请聊。加油！球拍、篮球不要放，篮球不要举，哑铃不要放，球拍放下来。篮球哑铃举起来，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哑铃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哑铃放下来，篮球不要放，
哑铃不要放，球拍篮球举起来，哑铃放下来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哑铃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球拍不要放。前面有点乱死掉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来玩这个游戏开不开心？而且这是第一次玩，连他都很紧张。对对对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没关系，虽然你已经要回去了，这个让你带回去继续玩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台上剩两位蓝队的同学，还有一位红队的同学。是的，只剩红林一个女生哎。没错，我会不会紧张？加油一下好了，红林，加油！红林，加油！红林，红林，红林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红林，你很妙哎，你看你叫红林，然后你喜欢扯铃，你现在要举哑铃。啊，我是心里。红林扯铃举哑铃，哇！红林举哑铃。但是现在玉俊哥哥你很重要，如果你这一关回到我身边的话，你就帮蓝队还有红队各得一分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红林如果失误的话呢，蓝队就得分了。哎，对哦，红林撑住好不好？蓝队加油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请降旗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篮球哑铃，篮球哑铃，篮球哑铃，加油了！球拍哑铃举起来，球拍放下来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球拍篮球举起来，球拍不要举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哑铃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哑铃篮球举起来，哑铃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举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球拍篮球举起来，球拍不要举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球拍放下来，哑铃不要举，球拍不要举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哑铃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哑铃篮球举起来，哑铃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举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篮球不要放，要起来啊！那会是你耶，没关系，你们男队还有一位同学在，李长兵。哇，现在台上三位都好重要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下。因为刚刚彦均哥哥没有下来，所以红队跟蓝队呢获得一分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你们自己台上有同学，是。但是绿队呢，虽然你们现在全数都团圆了，对，是的，没有关系。你们在彦均哥哥第五人次，还有我。就是现在，他现在失误的话，你就得一分。三位请加油，都有机会得到一分哦。老师，音乐，请聊。篮球哑铃，篮球哑铃。加油，很重要的一分哦。哑铃篮球举起来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篮球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哑铃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举，哑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放，篮球哑铃举起来，球拍不要举，哑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放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球拍放下来，球拍举起来。哇，蓝队，你们预测心灵姐姐会第几人次失误？一二三四五，请选择。四。Why？ 为什么？她长得很漂亮。怎么我听不到？长得很漂亮。很漂亮。再大声一点。漂亮。哦，再大声一点。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全场一起来。漂亮。啊，不录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你们预测第几呢？第五。第四、第五，为什么第五呢？因为他体型大，稳重派出。体型很什么？这个小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很大。稳如什么？泰山。大泰山 ，OK。大声解释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预测一下，心灵姐姐会第几个人次失误？第四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都会比彦均哥哥还要早一点下来。哦，是吗？OK， 四五四，对，四五四 ，OK， 好，请降牌，老师音乐 ，Go， 新的号，加油喽！球拍篮球举起来，哑铃放下来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哑铃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，篮球放下来，是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哎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几年级啊？干嘛这样吓他？五年级，怎么一直在发抖啊？你紧张下半身会抖的。还是你其实在跳舞？
你在跳舞，爸爸妈妈有来吗？有。要不要跟大家 say hi 一下？嗨。OK， 有参与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 OK。对啊，很棒。整理场地。好了， Round Two， 请降牌。老师音乐， Let's go。加油啦！哑铃篮球举起来，篮球不要举。球拍举起来，篮球球拍不要放，哑铃不要举。哑铃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不要举，哑铃篮球举起来，哑铃不要放，球拍哑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太正了。因为不是，因为太正，对，因为太正。我真的因为太正。就说嘛，早餐自己吃饱了，来这边人家发早餐，你也要吃。不是，是要先拿。而且你知道我刚刚那时候在想什么？我想说篮球球拍，篮球有球拍吗？没有，因为你很少接触运动。所以你们下次要弄那种，你们要弄头快举起来。好了，换场地，快放下来。换场地，我要吃下去。换了。岁月如梭，心灵姐姐已经在我身边了。真的很抱歉，没有帮大家得到分。非常的快。哎，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很好吗？下次就卤肉饭举起来，生命鱼竿掉下来，生命中娃娃面线举起来，你石头火锅掉下来，石头火锅掉下来会打，会多痛啊！好了，请降牌。同学的那个加分都没了，对不起，靠自己哦，你们靠自己啦。老师音乐 ，Go。球拍篮球举起来，哑铃不要放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球拍放下来，球拍举起来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举起来。米秀好可爱，米秀是从头到尾跟着节奏当真。对。他是这样子，太徜徉在音乐的节奏里头。他很厉害，全国中正杯扯铃女子个人赛冠军哎！哇！日本锦标赛女子组冠军啊！掌声鼓励！那你会告诉我们，真的可以练到冠军？我相信中间一定遇到很多挫折，或是怎么样，蚂蚁都没有办法上树。那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？一直练习，坚持到底，真的好不好？对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虽然现在只是小小的失误，对，但是今天还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OK， 谢谢。换场地，好，请降牌。老师音乐 ，Go。篮球举起来，哑铃不要放。球拍篮球举起来，哑铃放下来。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哑铃。可惜为什么你其实已经放下来，为什么又把它举起来？不确定是不是？哦，好可惜哦。可是没关系，因为你们还有队友在那边，蓝队还有一位同学，所以你走了之后就是各队直接 PK 厮杀，好不好？整理场地，哇，三强鼎立，大 PK。每一队呢都只剩下一位同学了，蓝队陈星，加油！陈星，加油！篮球球拍不要放，球拍放下来，哑铃不要放，球拍不要放，篮球放下来，球拍哑铃不要举，哑铃举起来，球拍放下来，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哑铃放下来，球拍哑铃不要举，球拍不要举。其实你知道放下来就是慢了很久。因为要 PK， 所以我们抓得紧一点点。那有什么话想跟他们两位说？加油，很好，君子风度，整理场地。好，现在场上呢剩下蓝队跟绿队的同学了，有没有很紧张啊？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就可以得一分了。加油啦！请降牌，老师音乐 Go。蓝绿两队 PK 大战即将展开，究竟谁能到最后获得荣誉的一分呢？老师音乐 Go。 球拍篮球举起来，哑铃不要放，
篮球不要举，球拍举起来，篮球不要放，哑铃球拍放下来，球拍举起来，篮球放下来，哑铃篮球举起来，球拍不要举。哑铃篮球举起来，举起来，球拍举起来，篮球应该要举起来。哎呀，这一回合是我们的蓝队获得一分。耶！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偶像拼拼游戏规则说明。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，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三队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偶像拼拼，欢迎大瑞还有菲菲，好可爱哦！哇，是是是，忍不住要先问菲菲一下，菲菲你几岁？六岁。那今天帮你找到搭档，你喜欢吗？大瑞喜欢。我跟你讲，他是那个哦，他是好汉子，他很会唱歌。对啊，而且他有一个朋友很会跳舞哦。对，不是很会打拳。对啊，以后你爷爷奶奶生日的话，可以找他去表演，改天约一下去亲子餐厅打拳给你们看。好了，赶快来了。好，大家今天要来出题了。是的，偶像拼拼。OK， 那到底他们要拼出什么字呢？是，待会要来好好的看一下。对。好吧，然后把正确答案给写出来，好不好？第一题就位。第一题两个字，好的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盖起来，好，翻板。好，红队是破裂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把四个出来，然后这是破，哦，破裂哦。你们觉得哦？你们很有想法哎，很有才。看哦，他们有写出这个一哦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一，他们把它换成有没有这样子的部首一。哇塞，你们真的很棒！你们那个也是破裂，破裂。好，那这个一呢，是应该放在下面呢，还是放在右手边呢？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。石皮裂衣就是破裂。同学的红队跟绿队答对这一题。第二题一样也是两个字。是啊。好的，把它们拼好哦。老师，音乐请了。清楚，等一下，嘿，看清楚，转圈，很好，红队是竞技，竞技还是竞技？竞技，竞技。蓝队也是竞技，哎，字蛮好看的。绿队也是竞技，竞技。到底答案是不是竞技呢？一起来看一下正确解答是林氏己心，就是竞技。恭喜都答对啦！这题蛮简单的。三个字它要来咯。好，三题。偶像拼拼现在是三个字了，我要先跟各位说，三个字它是有意义的，它绝对是一个有意义的词。比如说买东西。你不可以写成买西东，或是东西买，不可以，所以顺序要一样，好不好？第三题三个字，老师音乐 ，Go， 动起来 ，Go。好，注意啊，什么三个字？好，讲小声一点哦，隔墙有耳。准备转圈圈，哎呀，耶！请亮答案板。好，红队答案是订机票。哦，蓝队也是订机票。填好。绿队也是订机票。没有人写订票机耶，
对耶，又订票机啊。好，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是订机票还是订票机？老师请公布。好，岩钉木脊，屁股给大家看一下下。好，这应该是有吧？然后是，手，答案就是订机票，全部答对。接下来是三个字的第二题，注意啦，老师音乐，请。三个字哦。哇，那个。到底是什么呢？注意哦，等下屁股还有哦。注意哦，屁股，屁股来了。停，数到三，请把答案码亮开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红队的答案是时装秀，然后蓝队的答案是时装秀。秀。左右拼了，其实是上下。错了，错了。你们。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这边是香装秀，香装四奶是一个香火很鼎旺、很鼎盛的一个庙。对，香装四奶。到底是香装四奶还是时装秀呢？老师答案 ，Go。秀一下我们的答案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日式撞衣和奶。答案就是时装秀，很好，它就是一个 party 啦，对，就算是一个 party 啦。恭喜红队获得一分 ，Everybody， 马上进入下一个关卡 ，Go。超级功夫拳游戏规则说明：游戏中有三种拳法，由关主把关，与同学比拳。同学若比出不同拳法，则得分；相同拳法，则换下一位上场，全队最后得分加总，较高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超级功夫拳，出来一起出拳，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。人来就算了，还是带礼物来送给我们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们接下来非常厉害的彩蛋，就是机甲超兽王。好好介绍一下，好了。好哦，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红色的暴龙王，暴龙王，对，还有旁边有一个迅猛王，迅猛王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还有我们的绿色龙王，绿色的是翼龙王，翼龙哦。对，那这个呢？银色的，银色的就是雷龙王，脖子很长那个雷。哦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剑龙王，剑龙王，这个做的非常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边五只组合在一起，这是大魔王吧？叫无敌龙王。无敌的龙，五只组合在一起。而且，请问这是流星锤吗？哇，它是流星锤，真的，不要这样子啦！如果东西都可以碎成那么小哦。对，哇塞，惊喜模式，所以带出门很方便。今天呢，如果获胜的队伍一人一只带回家，打给你们就可以。所以我这个关卡，这个关卡赢的话，只要这个关卡 ，OK。好，那今天你们来当我们关主好了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OK。但是听说你们有精彩的舞蹈，先带给大家。对，要跟我们一起跳才能获得。好的，好的，一起动起来。动起来。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OK， 礼拜天早上11点的机甲超兽王，先看一下。每周日的11点锁定就好了。对，没错。
那我们现在呢，到底谁可以拿到这个机甲操作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第一队 Go。红水准备好了。那我们现在红队先上场，红队你们要哪一张牌？一个是左边，右左边，这个，你们的右边，恭喜。香蕉很厉害的啦！衣服那么紧，你适合做大的动作吗？可以。好活泼。对啊。好了，超级功夫拳，承让啦。先礼后兵啦。是啊。老师音乐 ，Let's go。机会 ，OK， Go。嘿，超级功夫拳啊，啪！两拳，两拳，超级功夫拳啊，啪啪啪！哇塞，是拳王，拳王，超厉害的哎！第三位，嘿，超级功夫拳啊，啪啪啪！哇，两拳，这他是真的秒杀，第四位加油啦！可以教教他，他最多到二十几拳，他就是喊到最后，老师也不想弹，然后大家也不想念超级功夫拳。你就是一直出一样的，他们就不会知道。哦，可是我现在讲了，他们是知道。所以有可能。那你等下，你等下就一直出不一样。好，我一直出不一样。对对对，下一队 Go。好，看来我觉得我们的香蕉算很厉害。对。那这个牌给你们选，给你们拿。好。然后让同学来选，你们要选香蕉。还是选叶亮嘞，哪一个？香蕉。香蕉哥，香蕉哥，你不怕吗？你不怕吗？三，还是香蕉哥哥。好，承让啦。都不一样的。老师音乐 Go。换你就会被，不能换，不能换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诀窍了，锁住两个动作就好。对，好，好了，六拳对不对？不错不错，好了，接下来换我们的绿队啦，加油 ！OK， 绿队上场，尽量不要选到我们的香蕉哥哥，香蕉哥哥，我是很强的哦，真的吗？哇，厉害了！好，来，请选择香蕉哥哥。请哥，还选我的牌？他，你还敢选他？大魔王来了，噔噔！月亮姐姐，上场了！恭喜恭喜！女拳王，好了，先你后跳。很好，承让啦！老师音乐 Go。究竟自信满满的月亮姐姐能否压制绿队的进攻呢？广告回来为你揭晓。鸡拳，
弃权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们刚教太多了，我想说一样的时候，结果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哎，而且同学还让你哦，他还没比，他就先喊剪刀，剪刀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好，第二棒就位。可以带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你放轻松一点嘛。接下来就是纯互动而已。我在那边站很久，我等一下会出剪刀哦。十一拳哦 ，1、2、3，Go！才小画家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一名代表与主持人出来作画，分别画出题目中的字，再由三队参赛者写出答案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天才小画家。我们刚刚在正刚知道，我们在比赛之前要来一个娱乐节目，是，但我们这个娱乐节目是很厉害，是世界级的。哇。扯铃是全国冠军的，我们的明道国小带来的扯铃表演。哦耶！帅气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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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过六个小时以上，非常的厉害。世界级的，以后都未来的我们台湾之光了。对啊，像我们刚刚看那个有单棍这样甩啊，对，有没有甩到自己过？有。有没有受伤？有。他
哇塞，那妈妈有没有说算了，不要练了，去练超级功夫拳了？有吗？有，就很有兴趣。哇塞，那你们的目标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目标？就是以后拿世界冠军啊，或什么的，有没有？有希望可以拿到世界冠军，我觉得指日可待了。得到世界冠军就再来回来我们这边再表演一次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你们，天才小画家第一组 Go。没错，香蕉哥哥很会画画吗？超级会，他除了猜拳之外，就是最会画画了。哇塞，那么厉害，不是吃香蕉哦。有刚有购买他，对，而且他好像他有出过绘本，对，后面还出过绘本，喜欢画画。OK， 第一题题目是什么呢 ？Ready， Go， 加油！到底他们刚刚看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是个成语，一个成语四个字。是什么东西嘞？啊，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找出来？他们画画好了，出过绘本的，你画好了，小狗哥画的非常好，就是几个线条而已啊。火山爆发，好的，好画好，全部画好了。哦 ，OK， 哇，到底这是画什么呢？怎么还会有三星葱呢？蟹的感觉，哇。空白啊！数到三，请让大家打一二三。哦，恍然大悟。蓝队，蓝队是风吹草动。是的。绿队是风吹草动。这个怎么会不是螃蟹？这是风啊！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，好了，搞不好是蟹什么的。好的，答案就是风吹草动。我们现在要来解释一下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蜜蜂啊，蜜蜂啊！蜜蜂长这样哦。哦，然后这位是小朋友在吹泡泡吗？对，吹嘛哈。那你怎么会画伤心葱呢？草啊！哦，超像了哦。哦，这是地平线。对啊，土壤。香蕉哥哥，如果你那么会画，你们可以帮我们画一下蜜蜂长怎样，好不好？蜜蜂，蜜蜂，简单啊。哎，真的。他会，他会，小丑鱼啊。对，这比较像蜂蛹的感觉。对，好，那这是动，树有一个动的意思哦，所以答案就是风吹草动是什么意思呢？风吹草动的意思呢，就是比喻轻微的动静变化。对，风吹草动对你来说应该比较不会发生啦，你应该是天崩地裂，天摇地动的时候，天摇地动。对，好了，恭喜我们的绿队还有蓝队获得一分。Ready， 好，第二题，过来看一下题目。第二题 ，OK， 加油。很有自信哦，你们。第二题计时二十秒，预备，开始。到底画的是什么呢？香蕉哥哥画的太快了，他画自己画国王哦，好吧，画自己也真的，跟他头上的那个发带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究竟同学们画的是什么成语呢？电视机前的观众是否也看出端倪了呢？请翻答案板。红队鱼目混珠，蓝队也是鱼目混珠，绿队也是鱼目混珠。我想问一下，鱼看得出来目，感觉混，为什么他画香蕉哥哥会是混？你怎么看得出来是灵魂？哦，灵魂，你画灵魂出窍的意思？因为混怎么画？不会画混。哦，你好聪明哦。那你要画灵魂，为什么还要置入你自己嘞？就是偷偷植入一下自己。那我想知道为什么猪有三个鼻孔啊？那是保龄球吧？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好，到底是不是鱼目混珠呢？我们请同学们公布正解。鱼目混珠。恭喜三队都答对啦！鱼目混珠的意思呢，就是以鱼的眼睛呢跟珍珠一起来混在一起，以假乱真的意思。恭喜全部答对，厉害！厉害啦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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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一题 Go。
第三题，集合，我们来看一下题目，用最短的速度把它画出来，这四个字，一二三四，很有信心。OK，OK。那我走了。月亮姐姐，你很有信心、喔，很有信心，这个我 OK。你也是学那个美术方面的吗？完全不是。好，计时二十秒 ，Go。加油！到底写的是什么字呢？到底是什么成语呢？到底是什么字呢？哎，小朋友不错，速度很快哦。三，鸟语花香。红，红队答案是鸟语花香。鸟语花香，可是他们两个的语有点不一样。对，哦，你的是下雨的雨，落后，他的是语言的语。我们的绿队答案也是鸟语花香。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，好的，请翻牌。鸟语花香，而且是语言的语，是语言的语。它就形容了鸟的叫声非常的好听，花儿呢，它也是绽放的非常的美丽，比喻春天的感觉，是的，很舒服的感觉，是说话的雨，不是下雨的雨。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题是我们的蓝队跟绿队答对。最后一题了，好，第四题，来 1 2 3 4。OK， 计时二十秒 ，Ready， Go。好，仔细看看阿童画的是什么。这题我个人觉得很难。我也觉得不容易。看起来对，不容易。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的电视机的同学，还有爸爸妈妈，可以来好好的来玩一下，猜一下。很难。千疮百孔，疮也有点写错，疮好像有点写错。答对是哦，直接空白，想完全没有想法，没有灵感。OK， 那我们绿队答案是千方百计。为什么？那解释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蒜头吗？牵手。哦，牵手，两只手牵手。那这个呢？正方形。哦，正方形。哦。哦，十个十块钱是少一个或多一个吧？没有，十个十块就是一百嘛。那个是计算机。那答案就是，请公布。正确答案就是千方百计。千方百计就是费尽心思呢，然后去想计谋、想方法，要达到这个目标。是的，就是千方百计的意思。哎，绿队答对了，绿队答对，恭喜绿队。进行我们下一个关卡 ，Go！ 超级金字塔游戏规则说明：四位队员的手以束带与左右的队员相连，合力将金银杯子颜色交错叠成金字塔。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两分。好，欢迎来到。现在目前的分数呢，我们的蓝队跟我们的绿队都是两分，红队是一分，但是我们这个关卡呢可以连得两分，所以呢这个关卡只要一赢的那个队伍呢，马上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学金。哦，大家都有机会。我们蓝队直接来。好。OK， 超级金字塔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。究竟三队的团队默契能否在最后一回合大爆发呢？广告后精彩赛事马上回来。间隔哦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很好的考团队的默契哦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棒哦！要注意哦。哦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稳稳的来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加油加油！要剪的时候，再大家一起往前剪哦，大家一起往前剪。OK， 加油加油，小心小心小心哦！打要按铃哦，要按铃哦。好，
成绩公布。43秒19。对，虽然有掉下去，不过还好，团队默契其实还不错，很棒哦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下一队同学 ，Ready。好的，绿队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超级金字塔，绿队请倒数。3, 2, 1, Ready, Go！ 好，我快哦，我加油。哎呦，他们所有人的手都动起来了，中间的手也是。好，哎呀，不错，小心哦。我先排稳哦，底要排稳哦。第一排要稳，每一个都要稳，每一个都要稳，尽量不要让它倒。底要排稳，稳稳的来。加油，稳稳的，每一个都要稳哦。好，底要排稳哦，哈。好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不错，还有时间，加油。这关非常重要哦。胆大心细，很棒哦。小心哦，不能倒哦。我越来越后，我觉得你们好像。我觉得好旺斜，哇！你们侧面好斜哦！哇，这应该是对抗地心引力最终极的一个演出了。哎，跌倒了！哎，后面的灯掉了。好了，成绩公布，41秒35。哇，差一点点。红队 go， 好，红队准备好了吗？好。超级金字塔，请倒数。3, 2, 1, Ready, Go！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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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1秒35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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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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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稳稳的，稳稳的，最后一个。目前的分数呢是3个队伍里面呢，只有他们得1分，其他都得2分。对，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8000元奖学金呢？成绩公布，28秒75。哇！哇！获得2分，获得我们的8000元奖学金。恭喜！恭喜绿队得到金鸡奖，超送王其他队伍也可以得到精美的奖品。同一时间继续收到我们的超级总动员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丁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，按下去就对了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这边，等等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。